那么我们刚刚讲的，您先登录一下您的 Google 账号之后，如果您的不是学校贷款的这个 Gmail 账号的话，这边应该不会跑出来，那怎么办？直接用搜寻就好了。好，直接用搜寻。如果你连搜寻都懒得打，因为打协作平台四个字还要打好多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在上面直接打这样，来，我放大一点 ，SITES， 有没有 size？ 后面通是不是就直接出来了？这样了解吗？好，你从这样直接进去，应该会再快一点点进来了。那么如果您本身还没有建立过的话，应该这边是空的。我这边是现在是有两个，好，有两个。那您就可以从这里，哎，我们从这里先看一下简报咯，看这边哈，好，好，因为这个好多哦，我也有做范本的哈，好，在这里，我们现在呢就直接来看一下怎么建立一个新的协作，找到它之后，如果您一般的应该就是空的哈，那么你往下走，首先第一个你要选择一个喜欢的范本，好，喜欢的范本。协作平台上呢，也有很多人帮我们建的什么一些不错的范本，可以来用。你看，点到这边，我按建立，有没有？但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每个人的，如果你是学校代管的，可能范本这里就比较少，这边你看到会比较少。好，那如果是一般的，会像我刚刚那简报里面看到一样，会比较多，会比较多哈。那不管怎么样，其实你点进来都还可以再做搜寻。好，大家可以这时候搜寻，一般来讲大部分以学校会用得到的啦，就是有的人会像这样，你看他觉得他做得不错就把它弄出来，对不对？然后你会看到一件事情，以前我会特别用这个是因为那时候教育部都在推这个教师专业发展平台，高中职，所以他们每个老师都想办法挤破头要怎么样，要自己要准备一个啊，因为老师都要准备一个好，然后有一些比较知识的那个内容，所以就会从这边做。我也有做一个范本，我那时候是做好像那个哪一个学校的，我等一下看简报才知道。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我想要，你点一下，然后呢就按选取，你就有一个完整的内容，只要负责会改就好了。啊，那种干单某，你看我直接选取的话，好，选好了，是不是选好了？对不对？好，那你就来为你的协作平台做一个命名。好，比如说这是好。那你打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它会给您一个什么专属的网址，有没有在右手边？好，在下面这里，跟我们一般的部落格啦、粉丝页意思一样啊。好，会有。不过呢，如果你仔细认真一点。中正清江，这样了解吗？哈，他就直接呵呵。如果你用的是，这样他会直接翻。如果你觉得阿内北用你哦，我觉得好像这样太长了一点。其实说这样，协作平台网址都很难记啊，所以呵呵你看我们前面就落落等了，有没有？反正后面再长一点，没有人会理你，好吧？大家都直接点过去而已吧。好，所以呢。你就看你要不要，那万一你的不小心还跟别人有重复怎么办？他有告诉你哦，你只能用什么？只能用一横哦，有没有？不能用底线 underline 哦，英文跟数字，这样了解？好，所以您如果万一你就是想要用自己的，你可以选择一下。那再来呢，你选了范本之后，这里有一个主题，有没有看到？打开了有没有很多个？看了都没有一个喜欢的嘛？对嘛？哦。它的缺点就是看起来好像这些范本都不好用，我们讲这些范本，不过没有关系啦，你先挑一个啦，因为这里会改变它的文字嘛，好，文字的颜色，你就觉得我挑一个我比较想稍微喜欢一点，像这种天气可以出航的，对不对？你就挑一个。那这边呢更多选项你就不用想太多了，你有没有帮它做个类别，要帮它做一个说明都没关系，等到你这些都选好了，我们看上面有人会说，我都挑好的，结果没有建立，因为建立在上面，好吗？好，所以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没有问题，按这样就开始建立出来了。不过呢，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同一个网段里面这样做，我之前有发现过，就是如果我们都在同一个
教室里面一起做的话，有些人会做不太出来，就是 Google 的好像会稍微认为你好像在一起在，所以待会试看看啦，你先这样。那这个呢，他会开始帮你建立。那么还有一种情形是，他会卡住的，就是什么？你的这个网址已经有别人一样的，所以你记得，他这里会提醒你啦，只是没有很明显哦，所以你要再看，你看有没有进来了？不小心，你看基本资料、教学记录、专业成长，你就知道看到这个，人家都帮你准备好了，所以你只要负责什么？点进去，修改字。对呀，那老师聪明聪明。然后呢，这个背景不太喜欢，自己再换一下，有没有？所以有时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就有人斟酌范本之后，好像就变得比较自私啊。那各有优缺，好、哦，各有优缺。所以一般大家比较快上手，你可以找一个比较接近的。那我们刚范本那边，你也可以怎么样，就是弄一下，这样会不会了？好、哦，那您透过这个地方进来了，透过这个进来之后，我先回到前面去哈、哦，我再往前回到这边来，我的协作平台。你可以再看一下有没有多一个跑出来了，多一个跑出来了。万一你后悔了，我不要这一个，请问可不可以删掉？也要删一码呀，把它解决掉。所以你从这边点一下，在哪里？在右上角这里。因为很多人后面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所以我前面先讲。有没有一个管理协作平台？右手边哈，记得加，按一下。往下走，其实也不用往下走，在我们一般里面，请问有看到了吗？当然，相对的，如果你觉得，我是要把这个，比如说你是一个 leader， 那我需要把整理一个，或者您那个做专题面，我需要先借你们范本给大家来用的，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把它，你把资料整理好之后变成别人的范本，好，变成别人的范本。那如果你本身是 Google 学校代管的，那你的范本只有在这个网域里面看得到，别人看不到，除非你发布成全世界都公开的那一种，这样了解了哈。好 ，OK， 来，那就还给您喽，请你先试看看，建立一下自己的第一个协作平台。